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小猫。今天画终于上市了，从先前的 E3 展一路延期到现在。原本游戏片是预定在今天发售，但因为某些原因，它就延期了半个月。不过没关系，如果想要玩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到 Steam 上进行购买。那么这个游戏的总长时间约2小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款游戏全通关，以及这个游戏推不推荐大家购买。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支的影片更新。好的，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了。HOA 于2021年8月24日由 Squirrel Cat Studio 发行，售价这个部分差异非常非常的大。Steam 的版本呢，到月底之前为243元，直到月底之后会变为286元。但是在主机上，无论是 Switch 还是 PS4、PS5 都是1290元。目前不完全确定这两个版本究竟会差在哪里。不过确定的是呢，它会延期到9月15号才会发行。那么这个游戏它是一款温馨的动作解谜游戏，但老实说我觉得没有到很解谜。如果稍微严格一点来分享的话，这款游戏我觉得它就是个温馨手绘风的看风景类型的游戏。第一眼看到这个游戏的画面呢，一定会觉得神似吉卜力工作室的手绘绘风。再仔细的听一下音乐，会发现它跟千与千寻的主题曲以及其他宫崎骏类型的音乐非常的相似。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具体是怎么样子操作的。游戏中使用到按钮非常的少，除了上下左右移动的 ASD 以及空白键跳跃，还有 K 持续的飞行，以及有些时候会出现错误的 M 地图。空白键如果按两下可以飞得比较高，在跳起来的同时按下 S 向下一蹬可以跳得更高一点点。稍微一点点的操作就是这两样，其他的部分呢都是相当简单的。在游戏中遇到的敌人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就算有所碰撞，它也只是稍微的弹开而已，甚至导致角色死亡重来。在游戏中分为4+1的关卡，我们会穿梭在不同的国度，遇见不一样的动物朋友们，只要唤醒他们就能够对我们的旅途进行帮助。虽然都是跳在他们背上或是弹在他们的头上啦。每个关卡主要分为要唤醒中间的大长老，并且收集5个金蝴蝶，打开地图就可以查看蝴蝶的详细位置。但因为这个地图是看不见地形的，只能够大约盲猜蝴蝶的位置。一开始拿到地图的时候本来是有点担心，觉得这个地图实在是太笼统了，但实际进入到游戏里面之后会发现游戏内的地形基本上只有一条路，没有任何其他的惊喜，它就是一条路走过去，然后跳上去就找到点了。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可惜的，在游戏的场景中它做了非常多的叠层，它在遮蔽的地方我原本以为它会放一些类似小彩蛋之类的，但是相当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做这样类型的隐藏通道。另外在游玩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主线是有点小失望的。虽然路途中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动物朋友，他会跟我们交谈啊，跟我们说后面有什么，但是实际上在每一次完成了长老关的关卡之后，我们获取到了某一个技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按两下会飞得比较高，往下蹬也会跳得比较高的这种。当我获取到所有这些技能之后，我发现这个游戏居然已经慢慢走向终点了。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当初游戏释出来的宣传片已经是整体游戏的大概 60% 左右了。在前面的旅途会让玩家感受到这款游戏是舒压并且疗愈的，但到后面我刚刚说的接近尾声之后，就有一点点需要一点点的解谜。不过主要的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因为它这个部分呢，像我就卡了 bug， 还有一些游戏内的判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误差的部分，还有大概一两个场景它的音乐不知道为什么直接被拉掉了，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天上市的关系，应该这两天这个 bug 就会修掉了。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游戏既然没有那么动作也没有那么解谜，那么这款游戏的手绘风跟音乐的部分呢，音乐的部分我觉得是这个游戏它做的最好的地方。手绘风我甚至到后面都觉得它有点偷懒，大家可能在玩游戏的前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内都会看到场景非常华丽也非常漂亮的画面，但是你到达第三关之后会发现这个关卡的长老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它整个像是像是不同的红画书过来的一样。如果你再往后面走，会发现后面的地图呢，它整个画风完全的转变了，甚至在中间的过程中一度有比较黑暗的部分，
可能是深海带来给人的负面压力，或者是它的场景真的比较黑暗，让玩家直接感受到的不是疗愈，也不是舒压，而是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压抑感。到这边我其实已经习惯它的画风转变了，可能这个游戏延期了这么久，它可能也很想要上市，那么在美术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做到那么完美。对，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呢，游戏接近尾声，我原本以为这里就是终点了。中间的这一段动画、啊、不是我操作的，而是它本身的动画。就在这个时候，画风一个大转变。但当下呢，它的操作方式是跟原本的方式相反，从上下的镜像以及左右的镜像来进行游玩。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有意思，甚至到后面呢，会把你整个荧幕都转过来。如果会晕车的人，这一趴应该会有点扛不住。看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发现这边的关卡好像有那么一点眼熟。没错，它就是前面的关卡呢重新再重置了一遍，只是变成了黑白这样子。到游戏的结尾，他可能会觉得说前面过程中他的剧情交代没有很清楚，他又再重新的再演了一次动画。最后这边结尾啊，他的手绘风就像是房间会看到的那种手绘童话书的风格。在重新的一次交代了来龙去脉之后，这个游戏就正式的结束了。整个游玩两个小时的体验基本上也不会有失误，因为他就走一条路。实际上游戏内疗愈的部分我觉得只有前面的40分钟，后面的部分我真的觉得蛮还好的。但对比 Steam 它的售价只要200多块钱，我觉得200多块钱能够听到一个很好听音乐，并且拥有40分钟甚至是两个小时的游戏体验，我觉得还算是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如果是购买实体版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收藏性质的，那当然可以直接入手。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游玩这款游戏，感受到它的疗愈，或者是你跟我一样从好几个月前就很期待它的发售，这边大家可以再三考虑一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考虑。真的蛮推荐大家直接购买 Steam 的版本，你就算要购买 DLC 也只要加138元就能直接购买了。在玩完这款游戏之后，其实我想了蛮久的。在玩完游戏之后，我大概只有两种心情，第一个就是气到快中风，第二个就是觉得有点失望。觉得这个游戏它并没有偏离它最初告诉大家的疗愈解谜动作类型，但如果真的要推荐朋友玩的话，我会比较推荐可能女孩子比较不常擅长接触这种类型的，或者是她第一次接触游戏想要偶尔被疗愈一下，这样类型的玩家可以考虑购买 Steam 版本疗愈一下自己。会气到中风的主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只有两个小时要卖我1290元，我真的有点扛不太住。好啦，那么喜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 Steam 下载购买。那么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超级赞赞，也不要忘记订阅关注我的社群媒体账号。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大家拜拜。Hello， 你好啊，我是贝贝哟。喜欢我的影片，帮我分享。